大家好，今天更新一个新的工作，是羽田机场的辅助相关的工作。工作地点呢是在东京都羽田机场，工资给予呢是20万到21万，有要求是日常绘画，如果感兴趣的话详细来公司这边了解。然后这边的说明会呢是上午的12点，面试呢是下午的15点，到时候会有详细的会社信息，当天可以预约面试。